一点，对对，近近，哎，要保持距离。要1.5是不是？等一下就也不用到1.5，但是不要肩并肩。哦，我要随身携带那个隔板吗？这两块拿着，正报警察的拿两边。好，来，来，来，啊，口罩拿下来了，可以拿了哈，要录了哈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欢迎收看《饥饿游戏》。哇哇哇！这个对我们所有人来说，还有制作单位来说，算今天算是值得感动跟纪念的一天。我大概就是一个半月以来啊，呼吸到新鲜空气最多的一天。真的哎，我现在看到大家的真面目都好不习惯哦。那么你说跟大家靠这么近，我也有点不习惯。应该是这样讲，我们这几个月以来呢。大家也都已经习惯在荧幕前看到对方，对，现在突然之间看到本人，感觉有点不习惯。没有，就是我们要大家一起努力，哎，所以我们全台湾人民大家呢都非常的这个遵守规矩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慢慢的降级。嗯，然后呢，我们这边的每一个人，工作人员是不用多说，他们一定经过快筛也戴了口罩。但是我们这边台面上的这几个人啊，全部都做过比快筛精准度更高的测试才能来的。我们可是做核酸检的，开玩笑，哎呦，不得了了耶，哦，代表大家都是健康的啦。那就前进第一关哈。OK 啊 ，OK，Let's go。对，戴口罩，口罩戴上，口罩。对，再热都要戴啊，要命还是要口罩，你们自己想好不好？要命。对啊，嗯 ，Yes。这个就是这样，再热再怎么样哦，就是该做的都还是要做。不是，可以出来走走就是好了。可是现在就是要保护自己啊。对啊，保护自己，保护其他人。请问一下，上次你唱完《想见你》之后，有接到电话吗？有接到谁的电话？想见你，好朋友啊。他有没有唱错？他有唱错吗？对啊，我就是没唱错，所以才没有被接到电话。就说唱得很好这样子。而且他不需要接电话，他直接跟他讲就好了。而且他这边听过很多次啊，那疫情可以吗？